寺中午，随中高岭镇田地边，秦皇岛居士共斋后开示。对佛法呀、啊，和修行路上有什么不懂的，咱们互相探讨探讨啊。你们提问题，完我来答，这样比我直接说强，是吧？更能具体一些。因为时间也比较紧，一会儿还得走，啊，好不好？这样大家，行啊，那同意的大伙就看谁有什么问题，什么就可以提吧，哎。就得答了，是不是？八正道那个都是哪八正道？八正道有正语、正业、正见、正心，还有个正思维，第七，还有个正定，对，大小是这么八个吧？这个八正道啊，是佛的基础。过去佛在讲法时候，就讲八正道。并不讲更多的，有时候对这个对于居士来讲是很重要的，因为这个行八正道，你才能得法的，成为阿罗汉。你像我们在家居士，首先就有个正语正业，你要正业，就对我们来讲都是很重要的。有时候开小卖店，开小卖店，有时候卖酒啊，卖肉罐头啊，这都不行的。这就不属于正业了啊！但如果不卖这些东西，那开小卖店还可以啊。你比如说，有的卖那个死人的东西，这都不属于正业。说那个卖，有的卖那个火柴盒，就死人那个尸骨盒，过去叫卖棺材，这都是不允许的。卖棺材的目的就盼着人死呗，是不是？还有算命的，这都不属于正业，都不属于正业，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做的，还有一些包括卖米呀、那等等的都不能做的，比如卖米他怎么不能做？他也不杀生，但卖米他天天那个心，有时候他就想，天下都大旱才好呢，我的粮食就值钱了，是吧？有时候就把自己心就搞坏了，所以说呢，有一些呢，你像卖米卖药，这本来既是救人，但是同时要不注意正见的话，很可能就把自己心搞坏。都有病才好的，我这药就卖出去了，最好发一场瘟疫，大伙儿都用药，我这药就值钱了，这都不行的，头一儿在非典时候，海城就有一个中药房吧，卖那个是有一种中药啊，治非典的。本来那个药啊，正常也就是一块来钱一斤，到他卖十多块钱，一百多块钱，到医药公司呢，医药公司还有，也就是一两块钱一斤。这人就是虽然是，做一种职业。但是他这职业对他来讲就不属于正业了，他有邪见，有邪见，要骗取钱财，这样的话就容易把我们心搞坏，主要是我们自己堕落，这不好，所以这个正业呀也是很主要的。有时候在世间上，大家呢又面临着下岗，有时候。就业机会呢，也不是那么多，钱又不好挣，生活又很难维持的情况下，有时候还想要正业，这就更难了，更难，还要挑挑拣拣。但是你为了成佛道，你就得挑挑拣拣，越是难的时候，你越应该有正行，越有正行，那坚决就按照佛法去做，这样才显出你的决心。和你的这个笨道的这种细心，和正见来，所以五浊恶世世间路就是
一个意思，就是我们在五浊恶世中能够有正见，啊，给世上人做出个榜样，也给我们有个锻炼的机会，这都是很重要的，啊，特别是正语啊也很重要，特别是不毁犯三宝啊，哪个罪都不如毁犯三宝罪，这个大，啊，不能说三道四，啊，比如说有一些圣人呢，刚出家，有一些不太理想啊，我们就不能说三道四，啊，不能说三道四。虽然我们心里明白这是暂时的、一时的，哎，你要不说，慢慢你的正见就会起来。你说了他，有时候我们正见反而失去了，啊，所以说不合适，啊，不合适。所以对，不说生中过，啊，不说佛法的里面的过失，啊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啊，在家居士，因为比较自由啊，评论起来也很自由，随便说那也得加小心，说不好，我们修那么大的功德，有时候一时啊就会失去了，嗯，所以说要正语啊，正语，嗯，有利于啊修行的话说，不利于修行的话不讲，啊，这也是很重要。啊，还有一个正定，啊，什么叫正定？这个呢也很重要。有的人认为啊，我观相；有的认为我念佛；有认为参禅。那，啊，是不是正定？啊，以无念为定，啊，无念为定，啊，没有无所为啊，无所求啊，为正定，是吧？这个正定啊，不是有所求的啊，有所求都不能算正定啊。什么叫正定？就是无人相、无我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为正定啊。还有一个就是关键，我们修行时候要有个正定，怎么样得到它？主要在持戒下功夫啊。你不持戒，不可能有正定啊。有的人说我吃三净肉。啊，我喝酒，啊，抽烟，等等，我习性，还骂人啊，发脾气，我还贪恋，色情等等啊，还想得到正定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啊，所以必须在戒律的基础上才会产生正定的，啊，所以这个八正道对我们来讲修行是非常重要的，啊，刚才这句是问得很好，啊，这个。正语正业啊，正定正思维啊，都是很重要。啊，我们的思维有很多不正确啊。你比如说，我们看到这个三千世界，我们就认为真有个三千世界，这都不是正思维啊。什么是正思维？啊，就是三千世界都是幻象，这是正思维啊。所以说，我们应该知道，有念都是邪念。啊，有念都邪念，这也很重要，啊，有的人认为我的念头啊，就代表了我就是念头，有时候我们就在六道里轮回了，这个念头是不正确的，啊，人有了思维，实际上并不正确，我们应该有的是智慧，智慧不属于思维，啊，不属于思维。这个思维呢已经是堕落了啊，我们想象了很多问题，啊，所以有了思维我们就没有神通啊，没有思维我们就有了神通，同样就有了智慧啊，所以大家呢，可以慢慢理解啊，哎，慢慢理解啊，大伙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，哎，怎么去就是尽快能悟到的自生定呢？什么是啊，悟到四圣地，怎样去悟到四圣地？就是说，我们应该啊，常常的观察一些事物，啊，观察事物，所以对事物的一些变化啊，要有一定的观察能力，啊，你要不观察能力啊，你像苦集灭道啊等等，你这些你敢不管世间的苦。啊，你不知道我们有出离心，啊，不知道有出离心，啊，所以说呢，要想有一个
正确的啊，得到这个四圣道，你就得想法对世界要进行观察，特别是我们现在生活有所保障，最起码吃饭能吃到，但呢，你看到众生啊，其他小虫子啊，他们的苦处啊，那就是我们的苦处，将来也是我们的下场啊。所以说，我们要提起一个生死无常的心啊。另外呢，观察到身体的无常啊，充满了苦啊，有八苦啊。更主要的，还有一个苦，就是不学佛的苦啊，这个最苦啊。所以说，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啊多观察啊，多观察以后，我们就会。对这个四圣道啊，哎，就会升起信心啊，我们就会往前走了。嗯，大家还有什么？一直请教师傅，什么是就是说的邪知邪见，什么这个是外道邪见，好多地好多都不懂，什么是外道邪见，正法和这个那啥的和外那个迷惑。啊。这个什么是邪见，只要是佛说的都是正见，是还离开佛说的都是邪见啊，这是一个要求啊。另外呢还有一种啊，照文解义也不是正见啊，照文解义不是正见，必须经过苦修严持戒律，能从你心里升起的自见与佛的思想和佛的知见相合了，那你就有正见啊，并不是我们嘴说就叫正见。你比如说有的人说了，我嘴上说的挺好，但办事的和那个说的是两回事儿，虽然你说的挺好，但也不是正见啊。正见呢是放光动地啊，离一些相，这叫正见啊。你不能离相啊，但不能完全给定了邪见啊，在菩萨来讲那就算邪见了啊，在我们来讲还不能完全那么定啊，都有个过程啊，有个过程。所以说正见和邪见作为我们在家居士分别的特点，主要看戒律，看戒律。因为佛说了，末法时期以戒为师，你有了戒你就有了佛，你就是佛法。如果没有戒，你说的再好听，它也不是佛，它也不是佛法。所以说这个戒就是个分水岭，啊，分水岭。所以我们用这个戒来衡量一切的标准，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走错路，就知道什么是正见，什么是邪见。有时候有的人持戒，但是呢，有一些作为呢，也不见得都如法，但终归有个过程，啊。他有了戒律，慢慢他就会纠正过来，啊，有纠正过来，这都应该理解的，啊。但是呢，有的说得很好，但不持戒啊，甚至你像法轮功啊，他就不讲持戒啊，随随便便啊，还有这个叫暗香禅啊，他也不讲持戒啊，说破五戒没问题啊，也可以修禅定。这都是邪知邪见，还有犟牛了，这一类的，都是邪知邪见，啊，还有很多啊，还有这个台湾的叫小平时啊，那讲的那都属于邪知邪见，啊，还有很多，有一些多的不敢跟大家讲，哈哈，不敢跟大家讲，因为讲多了大家恐怕不能接受，啊，有很多东西都是不允许的。你比如说就是出家人有在家人让出家人给顶礼，那都属于邪知邪见啊，这都是不允许的啊。所以我们在末法时期啊，要想得到正见非常不容易的啊，非常不容易。所以说我们平时就得严持戒律啊，多看经书，多了解，而且去苦修去，你才能会得到正见。啊，教授，什么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？善男子啊，善女人，这是
如果能去悟佛法，按照佛法去做，而且特别是能护持三宝、贵三宝的啊，这都是善男子、善女，嗯，因为他逐渐在啊往善道上走啊，等到在我们的经书上是说，这个善男子、善女，在山西那块儿呢不那么叫，叫善人啊，叫善人啊，嗯，这都是这个意思啊，主要是护持三宝、贵三宝。而且能够按照佛法去修行，啊，这都是属于善男子、善女，如果严格要求，那就更多了啊，更多，那就不说了啊，不说了，啊。那在家的居士呢，就是如何这个有次第的修行呢？像我们这样在家的居士，这个次第修行啊是很重要的，就是说。次第呢，就是戒定慧，这个是很重要。那我的体会就是这样，你要不从戒律开始，你就等于走了弯路。虽然你信心很大，你像一个人奔沙漠去了，啊，决心很大，也没有粮食，没有水，你就奔去了，走到半道，你就走不动了，啊，有可能决心虽然大，没有水，没有粮食，你要渴死、饿死，那。所以这个不行，啊！如果我们次第修有了戒律，啊，我们就会等于有了水，有了粮食，我们就会达到彼岸，啊！所以说，以戒生定，由定生慧，这是很重要，啊，很重要。不要以为这个戒律啊和我们修行法门呢是两个概念，啊，说这个法门里含有定，啊，含有戒律，啊，是含有，但是作为我们来讲，并没有。完全达到这种目的，因为戒律呢有三种，啊，一个是啊有提摩叉戒，啊有啊禅供戒，啊有道供戒。这个道供戒呢，就得道以后，它自然它有戒律，啊那个非常好。你比如说罗汉了，得道了，他自然就守戒了。但是你有几个罗汉呢？是不是？我们大部分都没有得到，所以这个不普遍，啊，道供戒也很好啊，在这个那个禅供戒啊，禅供戒也很好。禅供戒呢，这我们坐禅的时候就有了一定的戒律，它防非止恶的作用嘛，心就老实多了。但是呢，一离开禅定，马上就散烂了，啊，它不长久，啊，也不长久。现在的戒律最好的。就是我们人世间有个提摩叉戒，提摩叉戒就包括三规五戒，啊，包括三规五戒、八戒、十戒啊，那个比丘戒、比丘尼戒，包括这个菩萨戒，啊，这都包括。所以这个戒律，你一旦受了这个戒，不管你是啊睡觉也好，啊坐禅也好，还是行走也好，在处处这个戒律都存在。它不会失去的，啊，它进行受，啊，进行受，所以说这个，除了菩萨戒啊，它是进未来际，剩下都是进行受，所以你这一生都离不开。说提摩叉戒非常好，非常难得，啊，人世间很难得的提摩叉戒，所以大家呢，因为老居士大部分都受戒了，说没受戒赶紧受，啊，这个戒律是非常好的，啊，不要怕。有了这个戒律，我们才有了次第。你没有这个戒律做基础，你的次第是不会有的，啊，所以说没有戒律，你修什么法门都属于外道，啊，不管你念禅呢，你是念佛还是修密，啊，都属于外道之类的，啊，不属于佛法，因为佛法里必须以戒为基础。你又修出神通本领，你说我在虚空飞，那你也是修罗道。啊，将来堕落去了，堕落，所以说必须持戒，啊，这个戒律来讲，对我们像生命一样，啊，没有什么可移除的。问一个事儿，这个夏兰居老居士编辑那个
佛说大乘无量寿，庄严清净比平等觉经，这算不上一道正经的佛经。这个下联句编的汇集本是吧？这汇集本争论很大。从我本人来讲啊，我不赞成汇集啊，因为汇集本佛经呢不能啊，就是改动啊，不能改动，保持原状最好。但下联句能汇集出来，那也很了不起，是不是？很了不起，而且把经书啊作为他个人体会，你这是很还是可以的，哎，对这个事情呢，就是我们大家别追求这些事情，我们能适合我们学习我们就学，不适合学习我们就学别的，哎，就完事儿了，哎，都是可以，哎，因为每个人他终归呢，他说了一句啊汇集本，是不是？这汇集本，那你就可以证明这不是原本。啊，不是原本，所以说作为你的参考，作为你的学习，哎，都是很好的，啊，所以这些斗争呢，不必去搞，啊，不必去搞，没有啥实际意义，适合自己就学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按道理来讲，你经书呢，你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原先什么样就什么样，哎，这样的话呢，它有个历史见证，有历史见证，另外它有的经书的严肃性。严肃性，这也是很重要的，但人家想的汇集本是吧？这两个就各有特点嘛，有时候现在争论比较多啊，比较多，咱没有必要去参与这里，没有必要参与。现在我老伴儿，还学习木莲生的花杠，能画不能画？那五斤两不？这个呢，花杠呢，这个方法呀，因为有点多事，啊。要念一句，就是念佛的时候，我们念一句啊，这个带有腔调啊，带有腔调韵味儿，哎，有时候你看那老念佛他就没有那个味儿了啊，有时候就嗓子声音都出不来了，还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哎，这么念的。如果再掌握腔调，有时候你老了或嗓子不好使，你还能唱吗？就唱不了了，这是一个毛病。第二个呢，手还得比划，容易分神。啊，容易分神，这个也在于自己。有的刚开始也很喜欢，但是他觉得我挺受益，那对他来讲就挺合适啊。对大部分人呢，就是说有点多事啊，有点反复多事，那就这么事儿。哎，这个呢，就是说适合自己就学，不适合自己就放下，是吧？就这样，哎，好，哎，那个我请问一下子，就是这个受戒。是需要是大生和二生，那么一个人可以受戒吗？受五戒吗？受五戒一人可以的，啊，一人可以啊，给受五戒，但是呢，受五戒必须得严持戒律的圣人给受，啊，戒腊呀什么都要有一定的啊，也不是说刚出家就给人受了，那也不行，必须懂得戒，而持戒很严谨。啊，你比如说，按原则要求啊，就是说必须得二中一时的，才能给人受戒的。你不能二中一时，按这个八关斋戒来讲，就是不能给人受。啊，八关斋戒你必须严持斋戒，斋戒不清净都不好使。但现在你不可能那样了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对师父呢还应该升起信心啊，我们还应该去受。啊，去受。大乘和二乘没有区别吗？这个宣化上人讲呢，应该是大乘给受，啊，比较好。但是呢，也没有完全这么要求，啊，完全这么要求，啊，二乘呢也有给受的，哎，哎。就是我们在修学上，是不是必须要指定一个师傅来指导你去修学呢？是不是需要这样的好呢？这是比较好的，如果在修行过程中啊，有个师傅来给指导，那非常好。这个师傅呢，就是对你比较了解，你对师傅比较了解、比较认可，才指导你，你才能够按照去做，这也很重要。因为我们的一切成就都得靠善知识，没有善知识是不能够成就的。所以选择善知识，必须长期的考验，才能作为我们指导的老师。
大伙还有什么问题？请问就是咱们大悲寺什么时候能够收八关斋戒？这八关斋戒啊，咱们大悲寺一直没收，其中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啊，就是我们修行不到位，啊不到位，才能受三规五戒啊。这受三规五戒，说句心里话，我很惭愧啊。还有一些东西啊，做的还是不好的啊，不是真正达到那种理想。但是没有办法啊，你三规五戒要不给做，这基础戒你有点说不过去啊。这是一个勉强而为之。八关斋戒呢？还得等，因为啥呢？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的收八关斋戒这一天一夜不允许离开寺院啊，因为你的行为啊都得必须在僧人的监督之下，哎，你才能得到什么叫八关斋戒。你收了八关斋戒你就走了，你也不知道回家怎么守啊，也不知道也不清楚。你比如说你穿皮鞋啊，扎皮腰带这都不行，你抹雪花膏啊，用香皂这不行，用牙膏带有香味的也不行，戴金戒指手表那都不行啊，这都不行。还有你看电视过往观听啊，这都不行的，搞算命这些都不行啊。所以说呢必须在寺院里受，这样的话严格管理，受完了以后他对今后的行为他有一个标准。受关八关斋戒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对你以后的行为有标准，你知道怎么修了是不是啊，哎，这才行。所以说这个条件得慢慢创造，将来有了房子了啊，我们就可以做。要是徒然做一次呢也可以，但是你做完一次你给山海关做了，你不给秦皇岛做啊，人家来找你是不是，你有分别心，你给这个做你不给那个做也不行啊。所以说没你做了你就得连续性，所以说咱就有点不敢啊，现在条件不太充足，有条件充足的话咱一定要给受八关斋戒的啊，是这么个。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比如说已经受了菩萨戒了，这个是不是能代替八关斋戒呢？不等于八关斋戒。这个菩萨戒呀，按道理来讲应该包括八关斋戒啊，但是呢这个在八关斋戒呢又可以单独提出来啊，这位在家居士这个八关斋戒可以单独的来做，它是个出家戒啊，给在家居士一个出家的机会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另外呢我们受的是菩萨戒，大部分都是在家菩萨戒，按道理来讲真正的菩萨戒是应该是出家菩萨戒，出家菩萨戒才能算上真正菩萨啊，只是在家菩萨戒只能是个方便菩萨，方便戒，有机会啊可以受出家菩萨戒。那我就是菩萨戒受完以后应该说还要受一个八关斋戒，我的心愿是这样。应该这个八关斋戒啊都人人都可以遵守的啊，人可以遵守啊，有时候受了呢当然有它的好处啊，如果不受我们能做那也更好。不在一个什么这样的。好。啊你说啊。这个没有必要啊，这种那个有说的送完楞严咒得拿四小咒去送，那你这楞严咒还离不开四小咒，那干脆加一块就完事儿了是吧，他就不是这么个意思啊。至于我们送不送是一回事儿啊，这个楞严咒是咒中之王，它是圆满一切的啊，包括所有的咒它都包括在内啊，所以楞严咒很圆满，但是为了我们更多的修行用起更方便，所以说又加了十小咒啊，是这么个意思，并不是说送完楞严咒还得加十小咒得送，要不那么送就不对了。那你佛讲的半句偈都可以成佛，那老长的咒都不能成佛，还得加个几段小的完了再成佛，那不可能啊，这就有点画蛇添足了啊。
这没有意义啊。但是呢，送早晚课呢，我们多学一点还是有好处，是不是？嗯，用专用时候，你比如说有短的时候，你有虫子死了，你要送一遍楞严咒得送好，有时候要不会送得送一个小时，你走不到了，不走道了，是不是？有时候你送往生咒呢，几句话就送完了，哎，所以各有方便，各有方便。这个办法也好办，就是说每天晚上呢要忏悔，哎，把你的行为，你比如说我就好说话，哎，说话不该说说了，不该做做了，怎么办？每天呢忏悔写下来，拿笔写，哎，写一写想啊，今天我肯定有过失，啊，不可能没有过失，硬想，啊，想完了记录下来，记录下来以后放到佛前供着，谁看叫他看啊，对你进行监督。啊，你试一下那七心动念啊，就暴露出去，啊，等到时间久了，再遇到该说的，不该说的地方，你想去说，马上就有啊防非止恶的作用了，几回以后，一个月以后，这个心里非常清净，啊，再也不敢乱说乱做，啊，这个非常好，啊。反闻闻自性。就是眼睛不外看，啊，耳朵不外听，啊，这个嗅觉呢不往外嗅，啊，就对外不追求，而且就是来观察我们自己的内心，不是观察我们右端心，就是观察我们自己啊，这个心念跑不跑出去？如果心念没跑出去，久而久之就会反闻了，啊，就像这个胳膊的伸这么长，慢慢就缩回来了。啊，说回来了，说到最后儿了，就是哎，就成为我们的自性了，哎，就自性。嗯，想问一下，我经常就听大悲寺就是说呀，说参话头，参话头的意思是什么？参话头啊，就是用一句话头把我们的妄想给砸死啊。你比如说现在的参话头叫念佛是谁啊？念佛是谁？这个参话头呢，就是我们妄想一起来的时候，念佛是谁？哎，妄想刚想到大米饭，你看念佛是谁？哎，说馒头，念佛是谁？哎，念佛是谁？就把这个妄想就给哎控制住了，我们就参这个话头啊。实这话头有什么参头呢？什么参头也没有啊，就是把这话头参死，把你所有的念头。都集中在话头上，以后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哎，什么想不起来了？你走啊，你也不知道走了。哎，坐也不知道坐。哎，而且呢，吃也不知道吃，吃什么东西？哎，你拿去就吃，吃完了也不知道饱啊，也不知道饿。哎，这样的话，这时候这话头就快要掺到地方了。等到这话头掺到啊一定程度的时候，掺到话的前头，啊。看到这句话的前头的时候，这个一天两天，三天五天，超不过七天，那你肯定能成就，啊，肯定。有时候祖师大德讲，你就四天就行，啊，四天一念不起，没有不成就的，啊，没有不成就的，所以叫忏话的。念佛是谁是看这四个字的一句话。对。不是说我的念佛呀，我是谁念佛？我的念佛吗？不是让你，不是让你去想念佛是谁，啊，是我呀，是他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哦，哎，有的是那成了怀疑了，那不是那么个意思。念这个疑情，忏到疑情起，不是让你怀疑，啊，那个疑情是自动的，啊，自动的疑情。哎，当你妄想出来的时候，他那疑，你妄想刚想到大米饭的时候，那疑情就起来了。他就对着你这个妄想去了，这叫疑情啊。他不就念他不念佛是谁？你不用说了，疑情起来不用你去讲，他自动化啊。那时候就快到家了啊，快到家，参到疑情起来，这才能解决生死问题啊。不是怀疑，
念佛是谁呀、啊？是我呀、啊，是他，那不成怀疑了？不是那个意思。念佛是谁？哎，稍有那么点这个劲儿，哎，就行了，就往前铲。念佛是谁？哎，比如说刚开始你铲的时候，可以念几句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念佛是谁？哎，并不是叫你去想，念佛是我呀，是他，并不是这个意思。啊，你不是这个意思，不叫你去怀疑，而是念佛是谁？往想一起了，念佛是谁？马上把这话这个念头集中这一块。哦。哎，多少带点那个意思，但绝不对，不叫你去怀疑。哦。